瞬わかる。おお。刘雄在凶木族文之人，我跟救。六宫之上，上狼都最新天之波，最意外金痕。降龙啊！独欧不金，好。哦，看当重视进步不小，你训练的这两名少年人叫什么名字？好，出这个名字，我来去对你基本情况。万万以为无人敬业奉献性命，世事无悔。哦，多吉刘千行，剑影护国公，短剑人生路，南无结束中，已经结束西方。就是未知神兽，无天英雄李文清。喂，李哥，想要东回国剑龙，几通等敌人先回来。就用这胸头应对击球。像这代兄用情盘算也会功夫强定黑暗中的功名，终归梦者将完生命最后一天。
的酒，饮水敬意。我娘一回生，江龙里所以几次一文横定家海秋，既然对方凶刃推进，那咱就红杯告定。我怎样只为了实现我们敬业理想，还有以天后为定的勇气，但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文横定家混合对战失分，以及三高公文之声专雄相对不动向，这原因一人生需要性杂病，真是日文红领教无力亏欠，已经一些后悔，随时都可能正化，不是一次一人生一孤断杀机，应该要被红归阴谋教小好性修阴后要和我公的资金预料，新的星球阴谋给人家出现之前，但必须警告团结。饮食之后小有不幸，但侬可能会在危机中被毁灭。这方面，我想是要调查线索，有任何进展，再注意联系江龙之声，众人节哀。只要不听，先进入妖兄吧。我不要进，我要与江龙不休。就叫重英的意思，等完的先休息归天，将兄拥护，再来处理江龙。其实，我一定要赶紧破关。